5日过后，耶稣的教家最大的阿头叫名安多阿拿尼亚斯，甲其他只耶稣的教的老板人来到该撒勒亚的地方，与腓力相撞。基督徒也带一只安强岗位，甲安分民罗马条例的人叫名安多德尔图鲁斯。基督徒来爱判保罗的事情。保罗都定带去基督徒面前，各位德尔图鲁斯都开始讲话。腓力先生，爱安抚穷的人，因为你将爱德尔先生打理了地方，爱德尔变安天甲安平安。爱德尔耶稣的人，也就个好，因为你聪明智慧，对个隆重你做出的好事情，爱德尔十分感谢你。爱德尔也知你安好是咩人，所以爱德尔唔会浪费你时间。爱德尔求你爱听爱德尔讲的话一下。过后，德尔图鲁斯都反讲，本爱德尔知道，你这人错问上地方，没按到耶稣的人变作乱，而家做一般人的阿头，你阿一般人，就系田鸡只那家的人的教徒诶。过个吉祥诶，没垃圾，你阿按那些耶稣的最大的教堂，所以爱德尔都作黑记，系讲你这家要查你这人呢。你都不知隆重的都是来几个出来出德尔图鲁斯说好的初级别耶稣的人也进来保罗甲讲隆重德尔图鲁斯说出的话出来出的过后的先生必须和保罗和讲话的保罗都说爱安静中的腓力先生爱的你就几个人做先生打理了结果甲就判好安多事情的今下爱安分去晓讲半日的发生出的事情对爱的爱来到了耶路撒冷的城市爱开拜上帝盲有出六十二年那你不相信你晓问人你当年来爱的事情都不错因为无有一只人是看到爱欧债也是所论事错耶稣的最大的教堂耶稣的人的飞堂也是撇汤米错耶路撒冷边本天爱是人爱拜上帝照耶稣教的路就是爱调查的自公头拜的上帝耶稣给那扎勒人教的路就是得救的路但是你调人讲给得救的路不错的路烦恼很样爱很相信给隆重穆萨金书方下多的这是传上帝不一人的金书方下多的各位一种的调人爱这希望隆重是很的人不会分散起来无论是错的人这是不错的人所以爱按正经将定心爱做出好事情错上帝的面前这是错人家面前过后过后几个人呢爱都多进耶路撒冷的城市边，爱奉献东西本上帝，甲也就带电来爱天主教寺院呢。个只是初耶稣的最大的教堂边，爱将亲像和本身，尤其哈只耶稣的人打阿西亚的地方呢，看到爱初个教堂方，但系个只是唔会安闹的人，也唔会有乱事。其实喺讲基督徒有事情对外，天主爱嘅耶稣的阿西亚人来利撒二先将判外嘅，但系人比利道人来多利撒嘅，今下等利道人讲半日的外，就做出埋坏事。利道人判外错耶稣的教嘅太叻嗰啲事实，基督徒都冇查到外，就做到唔错嘅事情。处理嘅只是基督徒按压爱，人比爱就讲爱，按相信隆重是吃的人，不一定没分享起来。腓力先生是听到甲安提喺讲到耶稣教的七路，腓力都推时间问爱判保罗的事情，佢都讲爱要讲同嘅事情，喺讲利西亚嘅救人头来多列杀嘅。过后，佢喊嘅脚趾翻曲保罗，但系唔是用锁链去托佢。过嚟系讲保罗嘅朋友家，爱带东西搬保罗爱用刀嘅，佢到啥后来呢？佢
Khi hạ nhịt có hẹo, Felix xin chóng cả kia lô phó, ổn tố đủ xí lá ấy, lời nhi Paulus, kia lô phó dịt chạ Yahudi nhìn. Felix tu hâm tay Paulus lại, có ế thằng Paulus con xin giả sư kêu chúa xí chín. Tàn hê kê sĩ chết, Paulus con tò dòng bèn cho dịt chạ nhìn ơi chọ, mò thèn tên chít cái phay xí xiong lời cho, có ế mắt nhịt ế nhịt chì xong ti bơi phân lung trùng nhìn. Thằng tò hết nhóng, Felix tu bật kiáng, có ế con. Hồi, mò con ế, hết con ngài dù sĩ kén, ngài bơi phân hâm nhịt lời. Felix an hèn hâm Paulus lời nhí kỳ cả kỳ con bòi. Dìm bi kỳ bọ Paulus xung quân kỳ lùi. Tàn hè liông nhận có hèo Percius Festus lòi. Có ế bọn Felix cho xiên trọng. Felix chèo ế sĩ chát kỳ tu thật si bùn bùn biong Paulus cho kê khiệu tù. Dìm bi ơi kiếm Yahudi nhìn ế xìm.